你没事吧？啊？嗯，我没看过你，你是新来的吗？我是人事部的。为什么我的心跳会这么快呢？抱歉抱歉。烦。大家，我不好的预感，绕路吧。大家，我不好的预感，绕路吧。啊，这边最近呢，你有毛病哦。走了，你们在干嘛？怎么了，汤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你他妈是在叫屁叫啊！帮我照顾我的家人，这个盒子帮我拿给婷婷。洋葱，没事的，阿文，没事。洋葱，哇，好痛啊！洋葱，你要活下去。阿文。